是有一个制作人朋友家里，然后我们在写一个佛教的歌曲，哦，对，一个新尝试。对我来说，然后我那时候就发现，哇，他什么种曲风都能写。那时候他也有跟我提说，他不确定他能不能在台北待多久。我那时候就跟我朋友说，我觉得好可惜，希望他可以待下来。